腾起腾起腾起腿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腿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，我是大兵啊，就烦你。擦当擦当啦哩呀，擦当擦当，听不懂呢。刹车，大兄弟来了啊！来了姐，还是老规矩吧。对，完了，刹车。姐，半天没来了，挺忙啊。啊，还行，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哎，急事儿啊。我说大兄弟啊，我说呀，咱可不能再赊账了啊，再赊账啊，我老板就要扣我工资了啊。是的，完了。哎呀，你算上连上回一招欠的多少钱现在的？一共上回30，一共150。150哈。啊，那个这样，哥今天有点急事儿。完了，这个月呢开完支，完了哥再给你送来啊！这怎么的？哥再给你送来吧，哥再给你送来。哥先跑了。哎，别给钱呢，还哎！哎呀，兄弟，你先兄弟给完钱再说。兄弟，你先给完钱呢。下个月给你送来。哎。我知道，我到给你送来啊！你不给我太木了，都是下月肯定给他送来，五马长枪的，闯个红灯，腾起腾起腾起腿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腿儿喽，腾起腾起腾起腿儿喽，加油！哥呀！啊，有三的，有七的，有七，有七来熄火了，加满啊！加满，好嘞。烧表清理呢？啊，清理。好嘞。哎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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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那加油卡给我来，卡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看看卡，一共450啊，哥，看卡里头剩多少钱？你这卡就剩200块钱了，还有另外250是现金还刷卡？你先把卡给我，250，老妹儿，你这样吧，你信得着哥不？信着，信得着哥，你这样，你先替哥垫着。啊！我哥改天开支，我再给你送来啊！哪有这样的哥？行，哥再改天给你送来啊！聊了吧，哥。我知道，明白。250呢？我知道，改天我给你送来。你说你就送来，今天我又白干了，哥。不是你送来，改天给你送来。哥，你别上来。聊，你别过来了，你看你。哥，聊。改天我给你送来。哎，改天给你送来。我超速了。你这么黏我能不超速吗？哎呀，250啊！你犯账犯账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拿，给你忙啊，一会儿拿啊。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小黑弟弟，你这个人啊，开车怎么又抽烟又打电话的？很危险的，能晓得吧？哎呦，
你没有系安全带，哎呦，吓得我这个小心扑扑跳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小体格，万一要出现什么事故，你就会被撞飞出去的，会被撞不见掉的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真是精神病吧？哎，你说，那号可能能我弄找本我记下了啊，当，哎呦，你这个小黑东西呀、啊，你怎么开的车？会不会开车啊你啊？我刚才接个电话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都不是讲你呀、啊，我刚才从你后面上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无人。吧，哎呦！你这样，我今天有点急事儿，这事儿吧，你让我找你单独处理啊，好不好？单独找啊！啊，我现在没时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！要赔我车的，我知道了啊！你给，你给还你！要赔我车的，要赔我车的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不知道，一会儿马上到，马上到了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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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好了！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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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干嘛呢？这是啊，你看，是至于吗？警察叔叔，记个。杨同志，请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行车证。别，你家先别录了，好不？你这个过程先别录，接着录，给特写啊。来，下车。真是我错了，自己刚才哪儿做错了知道吗？我就赶点时间，今天就赶点时间。我要辩解啊，刚才的情况我们已经全程跟踪记录下来了。哎，别录了，哎，卡呢？以后怎么进呀？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。哎，来给特写，来，别乐，就这小坏模样，来给特写。别的还差不多得了，我告诉你。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对你进行处罚 行，我接受，我承认。来，拿着单子，尽早交罚款啊！好，告诉你，你的这个驾驶证已经被撤销了，好吧？来，对镜头笑一个。你看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例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，珍惜生命，文明行驶。从你我做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下回再不敢了。好，对不起啊，别跟我学啊，谁也别跟我学啊，谢谢，别跟我学。哎，车，哎，溜车了，快回来，你妈溜车了，躲了，哎呀，前面仨老头躲了，哎呀。